好，那个我们手卷钢琴啊，携带容易，帮我们操作一下怎么携带吗？啊，关机，关机。好，走了。这样就可以带走了。然后它要充电吗，教练？要充电式的，而且可以能耐，能耐电。充电在哪？这颗是充电的吗？不是，充电在这里。就充电的，就一个充电这样一条线。哇，好方便哦。嗯，不错。好，感谢你的观赏，请订阅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哦。手卷钢琴，不错。